在东河乡太原五福天女的宋德村是推动青色的综合，最近人口是有2000人安多，不过眼下平常时就是多几个人口存8-9人。然而宋德村女的七处佛同同框记录，在民国50年代是形成乡民声音，像一道西浦的乡音戏剧，是东河县少有的客家中。不过民国70年代过后，工业发展要求乡音又陆陆续续再转西浦戏剧。现时七处佛同同框总头将村道自己的乡音是消失的客家中。西浦，也是同框天气，就将村道历经了一副乡音呢。哦，所以讲伊今年春工用3000元啊，加前下太杂啊，加72元噶吼。我最近转来讲，哦，见内下头位太家讲哦，内头位就工业加起铺啊。哦，最近见抽就全部都，伊转以后又做出来，又一头又闷到好无好，就最近见办上去2-3元起就办上上诶。唔单讲行业。宋德村的皮带庄的，无论是葫芦叶，也是阿弥陀叶，一啲安阳的时空背景下，单单就搬到西浦的杜飞奇，当初本来的三间小学，红光分教、七草湖分教、绿树飞教，连宋德国小一啲13年前飞教，宋德村一边做推动最细庄头，客家新闻陈吉明推动报道。